现在杨哲是凭借着191是排在抓举的第二位，那么现在俄罗斯选手这最后一把试举190，目前他是排在抓举的第三名。现在应该说杨哲已经稳获男子109公斤抓举的一枚奖牌了。嗯，绝了。但这个选手从预报情况来看，举止势力相对较弱一些，他只经历了204开吧。所以杨哲今天的开把加重非常的这个科学，就是你看我现在谁也不影响，我加完了191，你190起来，我现在我正常的举191，我就把所有亚美尼亚选手和俄罗斯选手都给赢了。